走红的歌约莫有30首左右，不止啊！不，没有，我们含蓄，你干嘛谦虚啊？你干嘛谦虚啊？谦虚，你干嘛谦虚？什么？不准你这样！你干嘛这样嘛？少说60题，就60题，想赢要谦虚，谦虚，谦虚，太难了吧？ 所以我还是要快一点，可以的人应该是很会找的。我刚在干嘛？我看一下，你不是？我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。 你抓紧，天会不会不会让我忘了？丘比特啊！我走红的歌约莫有30首左右。不止啊！没有没有，我们含蓄。你干嘛谦虚啊？谦虚，你干嘛谦虚？少说60题，就60题，想赢要谦虚，谦虚，谦虚。哇！你在干嘛呀？你信不信我敢摸你 ？OK 我摸了，可爱女人有没有？有，来来，他说，有没有？有，你要不要再记那个洞哦？大大请你，这个拿起。 恐怖单元来了，疯狂大逃杀！好不好？各位，就地重游。刚刚喂我们吃下午茶。就地重游。哇！哇！你在干嘛？你信不信我敢摸你 ？OK 啊，我刚刚在演讲。我摸了，好，来过来，两位。 恭喜黄队获胜！等一下，还有表达卡。不好意思，怎么啦？游戏还没结束。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